树蕊兮，花蕊的蕊，希望的希。今天你还好吗？不管你在哪儿，也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听完今天的故事，祝你晚安，做个好梦。你有没有在哪一刻觉得自己很失败？这是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看到的一条知乎推送。我迟疑了一下，还是没敢点进去，因为在犹豫的那一秒钟里，我已经把自己否定了。我现在最害怕的事情是刷朋友圈，因为每当我刷到跟我年纪相当的同学同事变得更优秀更厉害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跟沮丧。比如我今天在朋友圈看到以前一起学美术的同学晒了自己过去几年获奖的作品合集，那一刻我心里除了羡慕，更多的是对自己轻易放弃梦想的羞愧。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总是说我是全班最有天赋的人，可恰恰是这个有天赋的我，因为吃不了起早贪黑上课的苦，只学了半年就退课，从那以后没有再碰过画笔。回想起来，我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因为受不了职场里的压力，所以我经常跳槽，稍有不顺就辞职，最后荒废时间，错过时机，只能被困在不需要技术含量的岗位上，收入比同龄人要低上很多。不止工作，感情也一样，我总因为怕麻烦，不愿意花时间跟新的人磨合，害怕失去，害怕被辜负，整天瞻前顾后，单身到现在。当我放弃的事情多了，我发现自己渐渐的像一条麻痹的鱼一样，甚至开始认为放弃也是一种不错的选项。但这样的我真的开心吗？前两天我还在上大学的弟弟找我说，想要跟我借一下视频网站的会员卡，但薪资水平远不如别人的我，哪有闲钱充会员，所以我当时想直接帮他办一张会员算了。但当我看了一下微信钱包的余额之后，里面的钱只够我叫一次外卖，我只能跟我室友死缠烂打才要到他的会员给我弟。拿到会员卡的弟弟很开心，一直跟我说谢谢姐，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屏幕之后的我有多羞愧。现在回想起那一幕还是很难过，我虽然嘴上说很讨厌努力这件事儿，但当我连一个小忙都帮不上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一直在糊弄自己。人生就像下棋，前面的每一步都是在为以后的人生埋下伏笔。我想起当我看到那个曾经一起学美术的同学实现了我们小时候一起许下的愿望的时候，不得不承认心里的苦涩跟难过。我想起上一次老爸头晕，我带他去医院，掏出的银行卡竟然连一次医药费都付不起的时候，我心里的羞愧让我不敢再去看他的眼睛。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有句台词，小时候谁都觉得自己的未来闪闪发光，可是我却忘了，闪闪发光的人生不会自己找上门来，它需要我们用坚持和时间一点点打磨出来。仔细想想，所谓人生的不同境遇，未必是老天对谁有过分的偏爱，而是在面对生活刁难的时候，有人轻易退步，有人咬牙坚持。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就是一条游不进大海的咸鱼，出身平凡，资质普通，赶不上时代的洪流，也抓不住命运的跳板。但其实你也可以努力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命运发给你的牌可能你并不满意，但只要你想打好这副牌，你就永远有机会改变天意。